哎，姑娘，干嘛呢？求盘查回乡。你家是清源村？是啊。清源村是哪儿啊？在此500年前。500年前？那我今天要给你盘缠，是不是你还不了我了？你咋还？公子有恩，小女子本应以身相许，奈何近日思乡心切，等他日归来之时，小女子必报公子之恩。公子之恩倒是不必了，那到时候你跑路了，我怎么找你啊？要回到我们大院。此为信物。就是这一破卡是吧？那这破卡我还是联系不上你啊。那还不简单，等着。在这儿。手机。哦，iPhone。号码多少啊？哎，行。